全小卫士，玩沙子的安全。我要用沙子堆一座小房子。我来帮你吧。房子堆好了，玩具娃娃有新家了。呼呼，刮风啦！哇，哗哗，下雨喽！妮可，别扔沙子，危险！在玩沙的时候乱扔沙子很危险，你看。我眼睛疼啊！如果乱扔沙子，沙粒会飞进眼睛里，眼睛会疼的。我知道了。别揉，危险！用沾着沙子的手去揉眼睛，很容易把小沙粒揉到眼睛里，眼睛会很疼。你看，哈哈，眼睛好疼啊！玩沙子时不能揉眼睛，知道了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孩子们，吃点心啦！好啊！等一下，玩完沙子要把手洗干净哦。如果把沙子吃进了肚子里，肚子会疼的。谢谢安全小卫士，我们去洗手吧。玩沙子真开心，游戏安全要牢记。小朋友，玩沙子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？你都知道了吗？